Brokerage Company Limited 富士达保险经纪人股份有限公司。富士达能够获到这个品牌奖啊、哦，我们是一家新的公司，是七年。那其实今年我们已经这个奖算是第十个，我们获得了世界华人楷模奖。好、哦，那前面有这个保险信爱万奖，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再加分，能够让我们公司再次的展翅高飞。那我们的客户跟我们的同仁都会以啊获得这个奖来觉得更骄傲，然后把服务做得更好。事实上，富士达成立17年来，是因为我们秉持专业、诚信、负责任的态度跟企业精神，所以我们在经营企业部分，我们对同仁是付出爱，我们对客户是做好服务，同时呢，我们在保单的选择上，我们是帮我们的保户做节税规划，做一流税源，那也帮我们的高资产客户做一个资产传承。所以因为我们选对了市场，然后也做对了这个公司的一些重点，所以在业务方面就蒸蒸日上。那我们的同仁有将近3000位，在台湾的各地呢都做了非常好的服务，所以在往后我们也是秉持这样的精神，继续的做好售后服务，然后来服务我们的客户。在未来的10年20年，我们这个公司除了把台湾做好，我们希望成为品质最好、产能最高、业务同仁最快乐。同时呢，因为我长期在做公益，我是张老师基金会的主任委员，所以我们希望在未来除了公司成长之外，我们可以在社会的服务上，在公益的这个奉献上，成为最好的一家保健公司。因为台湾的这个社会呢是非常温暖的，那我们在过去这将近20年当中，我们每一年公司都会拨出一定的预算，大概都会超过200万、300万以上的台币来做社会公益。所以将来呢，我们在未来的20年、30年当中，我们希望秉持能够取之于社会，回馈社会，同时也很感谢我们亚太商会给我们今天这个机会，来认识比我们更优秀的企业，让我们有一个新的目标来挑战。谢谢。那今天谢谢采访，我非常的开心，感谢亚洲企业商会给我们这个机会来崭露头角，也让我们能够找到新的目标，继续的往前迈进。谢谢。